刚才的音乐大家欣赏完了，真过瘾，美酒也不过如此，都听醉了。我故意放了黑屏，不想任何画面打扰到大家，让大家专心欣赏演奏。我想你已经猜到了，今天我们要谈一谈的是1840年出生于今天5月7日的俄罗斯浪漫派作曲家柴可夫斯基。刚才的《天鹅湖》这首大作就出自于柴可夫斯基。柴可夫斯基的全名啊叫彼得·伊里奇·柴可夫斯基，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工业小镇，是一位俄国人。大部分他的生平都能在网上搜索到。那我们今天就少花点时间和大家介绍他的一个故事，剩下的时间我要抓紧滚下去找他的曲目来听了。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流行经典的古典音乐，可他的诞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起初他打算将这部作品献给他的朋友尼古拉·鲁宾斯坦。那么尼古拉·鲁宾斯坦是谁呢？除了是老柴的朋友以外，当时还是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，柴可夫斯基当时就在那里执教。小朋友，执教就是当老师的意思了。这首曲子于1874年12月大致完成，柴可夫斯基本意想交给鲁宾斯坦来修订和首演，结果意外受到鲁宾斯坦无情的批评和打击。该事件成为柴可夫斯基传记中为人乐道的事件之一。所以说嘛，我看这个院长应该去学习一下教育学和心理学。他怎么能和我一样不明白一个道理呢？批评是可以的，要和风细雨一般，可不能狂风暴雨。接着说，事件三年后，柴可夫斯基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明了当时的情形，从字里行间中三年后感觉柴可夫斯基的气还没消，真是可爱。梅克夫人是谁呢？梅克夫人啊是柴可夫斯基的大粉丝，是他的经济资助人。他们互相通信13年，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第四交响曲是为了这位夫人而做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看柴可夫斯基在给这位夫人的信里是怎么控诉的吧。我弹完第一乐章，没有一个字一句评论，就好比你为朋友精心准备了一桌佳肴，他全程沉默地吃完了饭一样，愚蠢和不可忍受。这也提醒我们去朋友家吃饭要恰到好处地给予赞美和感谢，看在上帝的份上就不能说一句话吗？即便不是赞美之词，友好的攻击或者同情都可以啊。要知道我不需要艺术层面上的评判，我需要的是钢琴演奏技巧方面的评论。能言善辩的人的沉默是最致命的，他仿佛在说，朋友，整个作品如此令人反感，我如何评论？我强迫压抑自己的爆发，弹完了全曲还是死一般的沉默。我只好站起来问，怎么样？然后鲁宾斯坦的评论像开闸的河水一样出来了，先是温和的，然后几乎变成怒吼。他认为我的协奏曲毫无价值，无法演奏，段落如此分散，如此笨拙，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挽救，作品粗俗，东拼西凑，还窃取了一些别人的成果，只有两三页值得保留，其余的必须扔掉或完全重写，这里需怎么样，那里需怎么样，巴拉巴拉。我无法重现他当时的语气、语调和口吻。一言以蔽之，如果这个房间里有一个毫无相关的人，会认为我就是疯子，是一个自认有点天赋、毫无理智的黑客，把一件垃圾作品交给了一个天才音乐家。我不仅惊呆了，而且被激怒。我不再是一个正在努力的男孩，我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教训，特别是当他们如此苛刻和不友好的时候。这种不分青红皂白、坚决的谴责伤害了我，我一言不发离开了房间，上楼。在我如此愤怒的时候，我不想说话。后来鲁宾斯坦也上楼，看到我的失落，把我叫进另一个房间。在那里他重复我的协奏曲是不可能的，并说如果我按照他的要求重写协奏曲，那他将会在他的音乐会上演奏我的作品。我不会改变一个单一的音符，我回答说，我会把作品完全按原样发表。我确实也这么做了。后来呢，柴可夫斯基把他的提现一度改为献给塔尼耶夫，到最后才确定献给德国钢琴家丰彪罗。1875年，当彪罗到美国巡回演出时，在波士顿首次演奏这首作品，获得很大的成功。在柴可夫斯基一生写过的三首钢琴协奏曲中，这一首是最成功的，也是被演奏的最多的一首。小朋友们想想啊，当初柴可夫斯基在遭到老师、学院院长权威的否定时，却敢自以为是地说，我一个音符也不改，这是何等的勇气啊。我们通常认为啊，自以为是的人是自负、狂妄无知的，其实人有时是需要有自以为是的精神的。不
不为上不为师，不明于权威的自以为是，既是自知之明，也是自信的体现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有评论说，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确也有他自己的缺陷，后期柴可夫斯基也对他进行过修改，所以鲁宾斯坦也没有完全说错。好了，这集历史上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们伟大的浪漫派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就出生在1840年的今天5月7号。柴可夫斯基的代表作有很多了，可能小朋友熟悉的会是黑桃皇后、舞剧天鹅湖、胡桃夹子、睡美人等，不妨可以在网上找来欣赏一下。5月5号我们说了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，6号说了建筑师埃菲尔，今天我们又聊了作曲家柴可夫斯基。就这三天，我和 Emily 的知识库就丰富了很多。今天还和 Emily 一起看了一会儿胡桃夹子的电影，真不错，学习快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一定要记得订阅哦，记得点下小铃铛，就会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们发布了新视频了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一些关于柴可夫斯基作品的链接，有空我会帮大家找了，放在评论里面，请大家有空留意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。